郭北平，现任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我只完成了一个让它种下去的感觉。背景是略暖一点，整个这个衣服的重颜色事实上是微微的偏绿啊，冷一点的。但是要找到和这个和背景相呼应的一些颜色，比方它袖头啊那些地方，这个袖子这些地方又和背景相呼应的。这是超稀薄的颜色啊，非常稀薄，就像水彩画一样，应该出现一些变化。我们老一辈画家用松节画这个非常娴熟，你们可以看到我给你们示范的图片里边那个尼古拉费申的那些画法里边有很多这种大笔调，但是又干笔、湿笔、枯笔，它的这方面是蛮有一些独到的东西。再找这个手的位置啊，这个时候最好能站起来再看一下，因为这个大的结构比例决定一个
一种放松的状态也很重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油画也疯狂》，纠正有一些人认为油画只能描描描，不是那样的。这个中国古代有这个解衣盘剥的故事，齐景公请了一些代招画家，他要搞笔会，找了一些画家都过来，这些所有的画家都毕恭毕敬。见了领导，很懂礼貌，很讲这个自己的身份。最后来了一个家伙，进门也不参拜，突然衣服一脱，光着膀子盘腿而坐，找到自己的画画的位置。别人说这家伙怎么这么二啊？齐景公说：“此乃真画人也。”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画家那种感觉。这故事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这个画画的一种状态，进入自我冲动，用作画冲动这种状态，其实是蛮要紧的。如果画画的人每一笔都想着请我来的人、雇我来的人喜欢不喜欢我这样画呀，那就他的艺术创作就要大打折扣。这个动作倒是可取，就是跟原来的构图稍微有点偏离。大致是这样啊，这样我这个画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物了，可能画得更有把握一些。这个背景颜色现在会比现在复杂，里边进去了紫罗兰和棕绿，冷一点，这种和调子相和谐的这种空气感，还是要注意一点。重背景就怕画成一个死黑一团。费申的画里边保留了很多这种。就是很放松的时候，大刀阔斧的凭感觉涂，保留了很多，包括一些飞白啊，
画面还充满了生动感。好了，现在我准备画头，一会儿这个关于这个人的动作，回过头来再看吧，也可能还会有些改动。你们可能听到过很多讲绘画的先铺大调子啊，现在我在做这个事情，有点先铺大调子的味道。但是这张画呢，这个形象的感染力应该非常重要。现在接着画脸啊，大家注意他的动作啊，在放松了以后出现一种肩膀和这个头的一种矛盾啊。他如果头是往这边靠一点，往这边倒一点，会更有味道。可惜我这个画得很正啊，这个不说了，已经不打算改动。头如果这样再倒一点，它那个情态感会更强。这个我不准备改动了，因为没有时间。要是我平常画画，会坚决的把瞬间感受这个东西校正过来。对，你放松就行，没事儿。这一块全部有很多变化，除了高光以外，但是它在亮颜色里变。鼻子亮面这一块也是在亮颜色里变，这里边非常微妙，就和你预留的这个白画布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可以闭眼睛，闭上眼睛就可以，只要这个动作在。现在因为我这个暗面做的比较充分啊，亮面画起来几乎每一笔都能诠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看他现在头这样偏一下，是不是更有味道？要不要强调他这个皮肤比较白这种冷颜色？要的啊。这种画法我在讲稿上给你们已经说了啊，做好素描的基础工作，所以这个形的问题就不像我另外一种画法，时刻在警惕着那个造型问题。这个造型问题已经固定下来了，它的优点就是可靠，它的缺点就是
缺乏那种随机性、生发性，像中国画理论里边讲的，像解意盘剥里边讲的，出现一些很难得的神来之笔，很意外的，但是又很不合情理，但是妙趣横生的那样一些机会，可能会有这种问题。有了这个重背景的好处，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些亮颜色，将来和后边的协调关系，心里稍微有数一些。看，因为有了这些过渡颜色哦，画亮面的时候，很容易完成结构的描写。这是脸颊上最亮的区域之一。作为一个画家，油画家，我和其他油画家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我是对于这个绘画的这种书写性充满了兴趣啊，不是描，不是涂，不是抹，而是写。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老的画丝王的陈尧生先生说了个这话，对我启发蛮大。中国人作画的那种偶发性的东西、随机性的东西、书写性的东西、抽象性的东西，就抽象符号的那种价值，就是很总结的已经很精辟了。这些东西在油画里有没有可能体现，我是蛮充满了兴趣的。看我，好。
再看我一下啊。我这个点这个眼睛啊，一笔之下，企图让他把眼球的反光啊、瞳孔啊，一些，尤其是眼球的反光吧，黑眼珠的那种微妙的感觉，尽可能的画出来。咱们老张这个就是有些细节啊，他这个人比较瘦，比较有金属感，眉弓啊，眼睛出现一些挺难得的细节，要很精心的去把握它。看我，好。这种追求一些细腻的这种画法，颜色不宜太厚，太厚呢，厚颜色有厚颜色的表现力，但是必要的衔接一些微妙关系会不太好把握。其实我这个。蘸的是不用油的颜色，但是因为压得很紧，它这个颜色事实上留在画布上是薄薄的一层。有时候是在扫一下，有时候再摁一下啊。有时候是挑一下，
我的画是很难临的，我让学生试着临过我的画，所以我临得焦头烂额。因为用笔，每一笔下边暗藏的这种表现力的玄机，言简意赅的东西，学生一下把握不了。这和我上一堂课画的那个就大不一样啊，它是个皮肤很白的，可能你们看我这个也发现了啊，前面把这个素描的工作做得充分一点，因为用前倾起稿，它不算素描关系，它只是确立位置。我这个用比较浓重的熟褐棕色起稿，它本身已经完成了一些类似于素描的一些任务，再加上注意到我一开始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狠狠地把那些最重的颜色镇压下去啊。这个后边这个亮颜色的分寸的把握提供了非常好的依据。大家可能挺看我这个在短时间里还有那么多细节关系不乱，这都需要长期的积累吧。即使画得很深入，细节很多，这个画如果看上去不累，看画不读画不累，就说明你这个画是在胸有成竹下画的。有些画画得很细腻，但是看画的人都觉得很累。不是所有的边线为了让它推过去有空间感都磨一磨，磨得虚虚的啊。我们有些画家是那样画的，它最后画面会很软，软弱无力，
看看赫尔拜因的画，看看安德鲁·怀斯的画。在摄影里边，我好像听见一个词儿叫"边缘效应”。我说这个东西，就是有些很精致的摄影，每条线那个边线啊，甚至是夸张过以后的，产生一种很强的力度。像这种该很实的地方啊，大家不要"宁死勿虚，宁芳勿远"，这是徐悲鸿先生的体会啊。不要的把它搞得虚乎乎的，我是很重视边缘效应的。你们看我的画，为什么它有力量感？就有些让它，我说像剪贴一样清楚的边线，需要不需要？很需要。像将来这些地方啊，如果说没有把它揉虚，它的空间感不够，或者它的协调度不够，那往往不是由于你实，而是由于关系还是没有处理到真正好的境界。就是调一下啊，它这个光影到这个地方，它是一种漫射的感觉。我画画其实是很重视细节的，但这个细节一定要有所取舍，能够自己知道哪些细节是用罗丹的话说是让人销魂的细节，就是特别感染人的细节，哪些细节是多余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要把它用减法减掉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功夫。
如果说把这个也叫填填颜色啊，填到一定程度，这个画也就基本东西都出来了，也可以啊。这就是由暗面画起，打好素描的基础，然后再画，说它可靠，说它不容易出漏洞，就是这个原因。可以比较集中精力的去找结构、找颜色、找关系。再加强一条交界线，但是这个交界线呢，显然是加的暖了一点。这个用手粘的办法啊，让它往上转折的形成一些衔接。因为这个模特是我们请有所选择的摆模特，也费了很大劲，我是把它当一张作品来完成的，所以力求它方方面面都上的质感呢，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暗示一下，不必面面俱到。刮出那个颜色太暖了，现在让它再冷一点。一开始那些底色呢，也都在起作用。
画感觉啊，不是说你要看那个上面那个每一个反光的颜色，每一个反光的形状，那你就抓瞎了，根本完成不了。没有办法啊，只好把这个手画再画歪了。原来那个构图，为了这个人的姿态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只能这样。不要紧，还好着呢。我画画是很节约的啊，大家注意，几乎没有剩一堆颜色不用的，不是节约，而是对这个各种色彩的把握都能用得上。秩序感啊。